蓝牌的威士忌因为调和很多家不同的酒厂，波莱伦酒厂为它注入了一些烟熏的味道，那博拉带出花果基调，再加上它的这个酒艺有39年以上，让层次很丰富。增效礼盒上面都会有个台湾形状，非常有收藏价值，因为你只有在台湾买得到。拿去送给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那个人，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